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菩提如是说》。意念三宝功德，观佛念恩。我们在修习皈依时，一定要意念三宝的功德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，而开示我们离苦得乐之方法者，最主要的就是佛陀。佛陀为我们开示的如何脱离三恶趣，如何离开轮回，如何成就佛果位。佛所说的这些方法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宝，而实修佛陀所说的法的这些人，就称为僧宝。佛法说要做供养，要做布施，我们除了依教奉行外，更应该思维，到底做这些供养布施，是不是真的能对我们产生帮助。佛陀曾经说过，比丘或智者，当善观我语，如念结魔经，信受非为净。因此，一旦了解到法的功德，那么我们对于开示法的佛陀之信心，也会自然地增加。对于修学佛陀教法的僧众们的信心也会增加，自己的善业也会增长。佛在三大阿僧祇劫中所累积的福智资粮，都是在菩提心摄持之下所累积的。这样所累积的这个善业，在未成佛前都不会幻灭。善根无尽。当我们生病时，可能为了病好，特别会去做一些法事、烟供、施食等善行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动机只是为了求病好的话，一旦病好了，那么所做的这个善业的果报也就成熟结束了。当然，我们还是会希望病好，但是这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对我们的动机做个调整。也就是把我们的动机从单单求疾病能够赶快痊愈，调整成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都能成办，因此我希望能够成办佛果位，为此我做这些法行，希望疾病痊愈。
由于有菩提心的摄持，你现在所造的这个善业不会在你病好之后就没有了，会一直延续到你成佛为止。因此，所有我们所造的善业，我们都应该回向，我们都应该祈求。回向，以我们所造这个善业，成为能够承办利益一切有情的因。当我们内心一直朝这方面祈求回向，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好处。再者，当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，我们所回向的对象是不分月亲，也就是希望无论是亲是怨都能够得到利益。我们应该这样想，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，我的敌人，他们也能够快乐。虽然这样想，一开始心里会有点不大舒服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去想。如果我们去祈求回向我们所不喜欢的人，希望他也能够成佛，希望他也能够从烦恼浮中解脱，这样子的回向对我们自己也很有帮助。如果我们只想着希望我的亲友们都能够获得快乐，都能够得到好处，这样想的这个利益就会变小。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敌人一起想进来，这一定要的。如果你的敌人被关进监狱里面，你应该想，希望他能够从监狱里出来。这样的祈求回向很重要。安忍庄严，佛陀的身形之所以如此庄严，是由于过去世修习安忍度的缘故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累积而成的。佛的色身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是累积非常广大福德资粮而得到的，而佛的法身则是累积非常广大的智慧资粮而得到的。因此，
我们要了解佛的身，包括法身以及色身，之所以如此圆满，是他累积了很多的福德以及智慧两种资粮。此外，佛陀的化身也会因配合所化众生根基的需要、个性等等而有不同的变化。一般而言，我们之所以感得受用圆满，是来自于布施度；之所以能获得善的所依，来自于持戒。之所以能感得身形庄严，来自于安忍修忍辱。如果觉得自己长得不帅，是因为过去世没有修忍辱，所以如果想要来世长得很帅、长得庄严的话，现在就要赶紧修安忍。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，就要想办法让自己不易生气。让自己不易生气的方法，就是思维嗔恚的果患。嗔恚的果患有这一辈子就可以现前看到的果患，以及虽然没有办法现前看到，可是依旧存在的那些过患。在此生，我们就可以现见的嗔恚过患有哪些？一，爱生气的人，身边不会有很多亲友、很好的朋友。二，就算有朋友，也常常和朋友合不来，常常有争吵。现前所没有见到的嗔恚过患有哪些？一，如来生可能会由于我们这一辈子嗔心的缘故，而堕入三恶道。二，或即便我们来生并没有投到三恶道而身为人，我们也会长得不好看。吉天菩萨说，我们心中的烦恼如怨恨、嗔怒、执着、嫉妒等，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佛经里如此记载：一，我们现在是处于有佛法的时候，可是佛法会日渐衰退，到最后这个世间会充满着各种疾病。有很多的战争会使得人的寿命越来越短，而我们人的身形也会越来越小。而
就是在人跟人彼此争斗的时代，弥勒菩萨会以非常庄严的化身来到这世界。由于弥勒菩萨身形非常庄严，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弥勒菩萨，就问他：你为什么能够长得如此庄严？三，弥勒菩萨就会开示：我的庄严是来自于忍辱，所以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再互相杀害，再互相生气。四，弥勒菩萨做这样的开示之后，那个时代的人们就相信弥勒菩萨所说的话，彼此之间就停止互相伤害，和睦相处。以此之故，人的寿命就会越来越长。五，这是关于弥勒菩萨的一个典故。友情在弥勒菩萨化身的教化之下，寿命就越来越长。等到人寿80000岁之时，弥勒尊佛会降生来到这个世间。六，弥勒尊佛就是贤劫第五尊佛。我们在第四尊佛释迦牟尼的教法弘扬时，尽力对释迦牟尼的教法作为思修。即便我们没有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住持之时得到什么正量，可是到了弥勒尊佛来到这个世间之时，我们肯定会得到解脱的果位。弥勒菩萨的例子就是在说修安忍的功德，所以修安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的安忍能够越修越进步，扩及身边所有的人，最后可以扩大到整个国家，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战争。圣者实现，连圣者菩萨都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的苦痛了，更何况佛陀。但是有时候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，他会示现出生病的样子。所以佛陀有医生，比如奇婆就是佛陀的医生，如果需要为佛陀做按摩时，医生也会为他按摩。但有人说，生病了不用去看医生了，只要光靠持咒就可以了。我会跟他们说，两个一起做吧，看医生也持咒。
连佛陀都有医生，所以还是要去看病，同时也要持咒，两个都要做。如果可以加上放生、施食、念供，利益更多众生，病会好得更快。虽然我们都知道菩提心及空正见是很有利益的，这是很肯定的事情，我们去观修菩提心的确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，但是光是观修菩提心没有去看医生，这样不行。如果我们一面观修菩提心，一面去看医生的话，这时候医生所开给你的药应该可以产生比较强的力量。今天我们生了病去看医生，看了医生，医生也给了药，这个药对我们病的痊愈到底有没有效，其实靠医生也要靠我们自己。如果今天医生开给我们药，我们吃了这个药，之所以这个病能好，原因是因为过去生我们曾经累积了这个病会痊愈的因与福报。所以靠着医生也要靠自己。同样的道理，今天虽然我看了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也是一个好医生，可是有可能我的病不会因此痊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并没有累积够我的病会痊愈的这个因。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过年要拜很多拜拜，请问念什么咒对这个世界或对拜的对象最殊胜啊？我想准提咒啊、药师咒啊、辩识咒啊，啊，包括今天的尊胜佛母咒啊，当然也要劝他们发菩提心。我们度众生，目的解决他暂时的痛苦，目的就是让他发菩提心。对，念唵嘛呢叭咪吽。啊，我说念四弘誓愿，我们放生也会希望他发四弘誓愿，是如此。所以我想仪轨，如果你不会，那放生仪轨很好。放生仪轨不是光对动物啊，所有的啊众生都放生仪轨，包含一切啊，忏悔啊、皈依啊、发心啊、回向啊，都在里面啊。